2022年是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2022年12月4日是我国第9个国家宪法日。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守护公平正义，践行为民初心。新时代弘扬宪法精神，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目前派出所辖区11家白领公寓、31栋商务楼以内的5000余名群众都能享受到这一安全的平价盒饭。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人民法院现在宣布开庭。翻越暗山卷海，追求每个案件公平正义，寻求更精准的解决方案，探求更科学细致的审判模式，追求更广泛的群众认可，对党忠诚，对公正永远追求。我们办理每一起案件，核查的、追查的都是案件事实的真相，去了解案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我们追求正义的过程。弘扬宪法精神，厚植法治根基，需要从娃娃抓起。今后我将更多走进校园宣传宪法，在同学们心中播下法治的种子，为未成年人保护事业贡献检察力量。互联网法院它实际上是中国的互联网在这个高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司法回应这种时代需求的一个主动行为。法官的责任感会更重，在互联网法院他会通过一个案件会折射社会情况，他会考量权力的边界、科技的创新、产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这些都是我们法官在案件中间要考虑的问题。